帮帮忙，副衣服全靠你了。哎，四十两啊，杀三点。这牌是怎么拿的？小丹呢？哎呀，这次完了！哎，什么都要大，什么都要大，大呀！哎呀，你说这牌真是他妈的，这拿的这种牌不输定的才怪呢！这副牌不好吗？从头到尾我都要。喂，兄弟，你是捧场还是泼凉水啊？哎，什么泼凉水啊？我要一半怎么样？这次我买了40两啊，算我20两，是不真的？是。哎，这么多人可都听着呢，你摆牌，啊啊！哎，快摆牌啊！头，尾，嗨。啊，庄家是8杠，上门是49，天门是9点头，脑子尾，下门是37，这个牌啊是杀2门，牌天门啊。是啊，收钱了，朋友。再来一副，一锤子的买卖，就这么一下。你有没有准啊？有准。我怕呀，我怕什么？买了，杀！6点。哎，你给我看看。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胖子，你怎么明天都怕的？我不怕才怪呢！拿到这副牌，还怕什么？要不要看看？那我不敢看。好，不看了。都摆好了吧？看，来了啊！庄家是59，上门是35，天门6点头，宝子尾，下门是23，又是杀2门赔天门了。这个是我的。那，哎，啊，我是来赎那件5行宝衣的。哦，利息你随便算吧。怎么有当有赎，我是上等之人啊。是啊是啊，快点啊。请等一等啊。阿雷呢？哎，什么事啊？哎，你进去问问老板，看你这背身弄好了没有。哦，问老板。哎，好，快去快去。啊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共4两5钱呐。老板，那个人说来赎。哎呀，赎你就让他赎嘛！赎5行宝衣，二叔叫我进来问你，啊、那件衣服做好没有？哦，正在做呢。是你啊，阿林。姨太太，她叫我进来拿那件衣服。啊，缝好了。嗯、那，哎，今晚到我那儿去。啊，那个老头呢？哎，今晚轮到老大了嘛。干爹，办好了。干爹，我一路走一路在想，我死去老头坟地的风水都不及你祖宗的风水那么好。哦，何以见得呢？哎，我没做你干儿子以前啊，我一去赌场作弊啊，就一定给他们抓住，然后就让他们揍一顿。这次可不同了，顺顺利利、容容易易的就骗到了60两，除了赎回这件背心之外，还有4两多，我们就吃一顿。好。哎，为什么到这儿来吃啊？你喜欢吃野味吗？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吃了。阿福，哎，3柳包蒸好了没有？就快好了。6个。6个，好。3柳包。
什么叫三六包啊？哦，说出来可就威风了。如果乾隆皇试过以后啊，他一定把整个皇宫都搬到这儿来。有人说，吃过三六包，妓女都怕你嫖。啊，糟了，他们一定是来要我的命的。哎，不用怕，那穿上我这件五行宝衣跟他们去打，你准会赢的。切，真那么灵吗？哎，你不记得了？上次他们那把刀都弯了，嗯，穿上。哦，哎，对，哦，太子听，你胆子倒不小，居然到我赌场来耍花样，把他带走。哎，别动手。哼，你打烂了阿福的三六包，你赔得起吗？哎，给我打！哎。慢着，等我把衣服扣好了。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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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哎，干爹，你的衣服怎么不灵了？哎，啊，这，哎呦，这，哎，哎呦，啊，啊，不好，呀，呀呀，啊，哎。在我这偷牌，给我打断他的手！他妈的，该！哎呀，待会儿，快！哎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啊！呀呀呀！日清啊，你没事了吧？是倒是没有，干爹，你的衣服少了粒珠。少了什么？少了五行欠打。你这次给人打，全是当铺老板害了你了。他把我的五粒宝珠给偷换了。啊，换了。嗯。